各位香港市民 BNO Holders， 大家好，我是 Simon 井鄭文傑。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前幾日我哋嘅英國港橋協會終於開通同成立，同一般喺網上唔同嘅虛擬嘅網絡唔同，我哋嘅目標係要更加組織化，能夠尋求一個會址。以至我哋希望喺英國建立一個社群，無論你哋仍然喺度考慮移居緊英國，定係已經定居咗喺度。HKB 都會為香港人提供一個互相支持的平台，使他們能夠在英國重建生活。因為香港並不是指一個地方，而是一班熱愛民主和自由價值的人。英國港橋協會作為一個認同普世價值的僑務組織，志在協助香港人既保留獨特的文化，同時亦都融入英國的社區。希望藉由本會的成立，香港所面對的並不是終結，而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。咁或者你哋會問，我哋籌到嘅費用會用喺咩地方呢？頭先亦都講啦，本會喺度揾緊一個地方，我哋可以希望呢個地方俾香港人面對面咁交流嘅。而呢個地方將會用作本會嘅永久會址，以供會員去交流同埋參與各種嘅活動。我哋亦都會嘗試各種嘅商業模式，例如發展酒吧或者旅館。除了維持本會日常的開支可以自給自足，不需要下下靠眾籌，亦都為會員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務，使我們在能力範圍內為香港人提供一個短期的就業或者住宿的機會。但我必須想強調，你們今次並不是捐款，而是為自己、為香港，亦都為未來的年輕人去進行一個投資。因為在英國，我們亦都正在缺少一個有系統、有組織的代表香港人的港橋團體，所以我們今次願意拋磚引玉作出這個嘗試。當然這一次的眾籌牽涉著這個社群的成敗，這個香港的未來也都需要靠你們，所以我希望你們可以踴躍捐書。多謝大家。